行进入场，接着呢，他们将连续快速穿等四次，是穿五六。在穿等四次后呢，接着就是连续快速螺旋跳龙十次。接着就是十次的直长古龙，那么我们也分别有儿童组和女子组，儿童组和女子组呢将不用做螺旋，他们将做单侧起伏。接着就是许龙之星直线跑出场。好，让我们来感谢新加坡健安龙狮体育协会所赞助。